北部有五名身心障碍人士相约挑战，是我一行人期待着电动三轮车从北部搭乘火车到玉里火车站，由纵谷出发，行经玉长公路，穿越海岸山脉，到台东县成功镇三仙台游玩。途中呢，因为天公不作美，一行人还是冒雨穿着雨衣奋力朝着目的地来前进。无奈其中一个人电动三轮车电量用尽，在进退两难的情形之下，热心的警察大人及时伸出援手解围，让一行人可以平安下山。北部五名身心障碍人士相约挑战，自我一行人携带电动三轮车从北部搭乘火车到玉里火车站，由纵谷出发，行经玉长公路，穿越海岸山脉，到台东县成功镇的三仙台来游玩。途中因为天公不作美，一行人仍然冒着雨穿着雨衣奋力朝着目的前进，无奈其中一人电动三轮车电量用完了，在进退两难之下，热心的警察及时伸出援手救围，让一行人平安下山。没事，你现在叫警察来帮忙。警察帮我们吊车。叫这一台吊车来吊。现在在玉长公路。副所长说，在了解状况之后，立即联络玉里镇的维修厂前来道路救援，并且将电动三轮车拖到玉里火车站，驾驶巡逻车载着陈姓妇人，另外在四辆电动三轮车后面安全借护，平安将一行五人送到玉里火车站，平安搭车返回北部。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。